这5万现金是上个月你帮我还的，然后剩下的钱呢，都存在这张浦发银行卡里边了，一分都不少，到时候你数一数。你的这个远房堂弟突然间把所有的钱，因为你的一次求助，就全帮你给还了，是吗？我不知道你这个堂弟跟你有没有什么这些不平等的条约，我不管了，反正你想清楚，因为对你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对吧？好，所以，我明白，学姐，对，我知道你担心是为我好，但是你放心，这些钱没问题。哦，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对不对？ 你来还我钱，我不可能说我很难受，我没有拒绝的道理，对不对？我应该开心啊！我就是觉得我应该为公司做点什么，不能什么事都要你一个人来扛，对吧？啊，那把这些钱直接用在公司上面。你决定？是是是，以我的名义，跟你没关系，你跟我还清了，还清了。哎，学习你知道吗？我把钱还给你。 我这心里边的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我现在心里是舒服极了。当然。哦，对了，那咱说好了，咱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真正的合作关系了，在公司，我们要平起平坐了。嘿，大哥，我们一直都是平起平坐的，好吧？不过话说回来，你家还真挺漂亮的。啊，是吗？谢谢。有一天，我也会让嘟嘟住进这样的家的。啊，当然，当然。 你们做那宣传片，过2天就可以上线了吧？那个宣传片啊，我觉得还有2个地方可以再商榷一下，我们回公司再研究一下。他不说都可以了吗？他现在说话不算数，公司现在是3个人，我们要开董事会才能决定。骗子！你们都是骗子，说好了出来玩，3男3女。 现在倒好，这不就是3男2女吗？不对，我是女生，现在是3男3女。哎，3男3女就拿你凑数呢。哎呦，哎呦，还行啊，这今天这景色啊。好吧，划船了，划船了，我不想划船，我要划船。哥，大家呀都要划船，咱们先划完船，再划滑板车，好不好呀？不行，我要玩滑板车。哎，孩子，不要玩，玩滑板。 正好，我也不想划船，那阿姨能跟嘟嘟一起玩滑板车吗？好，听佳怡最好了。走，听话啊，嘟嘟。嘟嘟小心一点啊，怎么了？哎，听话，慢点啊。哎，那个，咱们是要划船的话，我是不是得先去租船？没关系，我去吧。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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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故意的。对，我知道。干嘛？对，你知道陈一成的堂弟来了吗？谁？陈一成的堂弟，他来把他所有欠的钱全给还清了，一次性。他没有堂弟。陈一成的堂弟。他没有。 怎么可能呢？真的，我认识他那么多年，我从来不知道他有个堂弟啊。你可能真的不认识。哎，现在在你创业阶段，你的合伙人突然变得有钱了，你是不是应该当心一点啊？这我提醒你啊。我相信他。你的意思就是我不相信他？你觉得他是那种背叛承诺的人吗？ 不管怎么说，他现在是我的合伙人，我要选择相信我的合伙人，我不可能去怀疑他，懂吗？再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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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转转转！哎，哎，等一下，嘟嘟，是不是热了？那婷婷阿姨去那儿给你买一个冰淇淋，好不好？那你要在这乖乖的等啊，好，答应我了啊，在这乖乖的等着，嗯。
摸摸抱抱看看。没事没事，孩子，没事孩子，外面摔跤啊，宝贝儿。怎么了？摔哪儿了？好了，看看磕哪儿了没有？好了，没事。没事，都是我不好，没看住。没事，孩子也淘气。这样了啊，好了，没事。叔，把车给你，没事，都拉过来了啊。走，来了，不哭了啊，宝贝。对啊，宝贝。没事吧？你怎么刚才愣神了？对，我走神了。怎么了？没睡好觉吧？对不起，怪我。快！他准备对猎物发动攻击。但是这里的水太浅了，遮盖不了森林的阴影。水公凭着敏锐的嗅觉和视力也找到了危险，于是成群的水攻击。看来森南要寻找另一个猎物。在南美洲的沼泽里也有昆吻鳄虫，有意思的是，森南常常要把昆吻鳄列入自己的菜单。干嘛呀？我这事儿是不是就过不去了？就非要较这个劲了？那你为什么那么抗拒啊？你越是抗拒，我觉得你越应该去。因此这场较量输赢很。我有病吗？我跟林一冰一样吗？我需要看医生吃药吗？不是呀。那是什么？你爸爸是不是来过两次？行动一定要紧。表面上看起来很从容，我就知道你心里一定有压力。你说你跟你爸爸的关系不好，你说你不喜欢小孩，你说你不要小孩，你说不说没说？不是我很喜欢嘟嘟啊，对吗？而且我跟就谁说我不喜欢孩子？那嘟嘟今天出事的时候，你为什么反常态呢？我都说了我走神了吗？那一瞬间你干嘛呀？还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我也不相信你不愿意救嘟嘟。问题是你为什么冷神了？你在想什么？你在做什么？你是怎么想的？好，我说。不过一到水里就没有问题了。我童年有阴影。我童年有阴影，但是不重要，不就个阴影吗？谁没有点阴影啊？我知道你想帮我，我也知道金教授想帮我，我理解，感谢你们，真的特别感谢，尤其是你，我爱死你了。但是我自己会解决的，但不是现在。等过一阵，也许哪天我就解决了，好吗？不好意思啊，逼你说出这些来。任何一个男人都不愿意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出来，我也一样。我那么的爱你，我就是不想让自己的那些面展露在你的面前。我希望在你面前都是完美的，完美的。我没有说连接受帮助的勇气都没有，不是的，我也不是说不敢在你面前把我的童年回忆出来，我跟这一点关系也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个时间不对，你懂吗？我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而且我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我为什么要拿这件事情来当我的时间呢？对吧？不值得呀。然后为了这件事情，然后把我一往无前的勇气给打消了，凭什么呢？对不对？哎呀。真没想到啊！你说这说拆就都拆了，可不是吗？这些老房子很快就会夷为平地了。哎呀，你说这人老了，想回来看看，房子却没了，再也找不到以前那个痕迹了。行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现在看着这片房子好，说实话。现在让你来住，你能住吗？哎，谁说的？我退休以后就想来这儿住，谁知道他整体拆迁了。哎呀，行了，多看看吧，马上就拆了，夷为平地。是啊，看着啊，谢谢。
大哥，爷爷来了。啊，能不来吗？这村子马上就要被拆了，这以后再也见不到了。大哥，你近来还好吗？就是那样了，这村子没了，那边的池塘又要被填了。 这家倒好，你儿子可不用再忏悔了。大哥，其实学琪一直心里很愧疚，他觉着对不起您。这对不起是你们说的，他说过吗？啊，他给我说过吗？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听说过他跟我说声对不起。 你们两个就这么护着他，我看你们两个能护多久？啊，我得给我儿子去找一个能去的地方。好了，不说了。小强，我准备搞一次祭祖啊。好啊。这房子要拆了。 咱们老丁家的家谱还在，嗯，好多年没有祭祖了，咱们丁家的一些传统啊、规矩啊，都快被忘没了。我想让祖宗给咱们讲讲课，你们也参加。好，我们一定来。你儿子能来吗？我尽量说服他，让他一定来。我还真没指望他能来。 老丁，嗯，你看，大哥的心结这么多年了都没过去，他还那么怨恨学琪。哎，可以理解，将心比心嘛。你说这事儿要摊在咱们身上，你会怎么想的？可以理解。也是。走吧。 回来了哟，谢琳啊，你今儿是怎么了？怎么这么打扮啊？我正式退休了，从今天开始回归家庭了，以后要好好的照顾你。哎呀，我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呢。夫人，请吧。走。哎呀，这么多年啊。 我一直忙工作，你一直忙生意，咱们两个都没有好好的在一起相聚。老丁啊，今天我给你做几道拿手的菜，好不好？好啊。你呀，还真会选择时间啊。怎么了？我也退休了。啊，真的？对呀。哎呀，太好了。今天啊，我在公司宣布正式退居二线了。哦。 哎，管理上的事儿啊，就让赵之海他们去打理。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少去公司，这真有点马放南山，蔡居东篱的意思。哎呀，老丁啊，这么多年，说实话，我对你关照的太少了，你从来没抱怨过，我心里太感谢你了。咱们俩都退休了，要充分的享受二人世界。嗯，你看。 这样好不好？咱们做一个周游世界的计划。好啊！我跟你说啊，我们系的老周啊，人家就带着老伴儿啊
去周游世界了，什么意大利、西班牙、智利，还有葡萄牙，人家全去了。回来以后价值观都不一样了，跟我说薛老师有钱就赶紧花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瞧瞧，你瞧瞧，这出去开了眼界那就不一样了。是啊，见得多，识得广，才能心胸开阔嘛。是啊。好啊，咱们也去旅游去。对，好，咱们也去旅游，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哦，对了，大哥说是要祭祖，他是说搞就搞啊，我们也只能随着他。行啊，反正咱们俩也退休了，啊，去祭祖啊，什么都行，满足各种人的心愿嘛，成人之美。祭祖的时候，薛琪必须去。虽然他大伯做的有点过分，但是毕竟我们是有错在先呐。好吧，待一会儿我给学琪打个电话，尽力吧。哎，来了！我在耶鲁上学的时候，那地方非常漂亮，你下次可以来看看。好啊，好啊。来，忙吗？小心啊，没事，学琪在谈业务呢。那我去看看他。啊，没事没事，我找他。有时间吗？找你聊聊。啊，有有。那走吧。啊。哎，你走啊。我找他。哦。下去的。哎。哎，那你喜欢吃什么呀？辣的。我比较喜欢吃西餐。嗯。哦。我觉得比较健康吧。就这儿吧。怎么了，小熊？出什么事了？我挺吃惊的，你怎么突然就把钱给还上了？啊，雪琪跟你说了是吧？啊，我是觉得最近可能是因为你们两口子帮我的运气好转起来了，把钱还上了。我可是知道你为人的。小杏，你是怀疑我的那笔钱有问题是吗？我可以向你保证，我那钱是干净的。不不不，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希望你跟学琪之间不要有隔阂。正因为我不想我们之间有隔阂，所以我把钱还清楚了，才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合作。你能明白吗 ？OK， 既然你说这笔钱没什么问题，那我就放心了。嗯，多问一句，我听说最近你跟学琪因为心理咨询上的问题产生了矛盾。哦，不，这闹矛盾挺正常，没事儿。你放心，我跟小东都站在你这一边，我们俩会帮你劝他的。不用逼他，我希望他自己想去。嗯，给他点时间，我想他会想明白。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刚才那个是你们公司的员工啊，还挺有气质。对不起，哪个？来来，明天喝水。啊，刚才那个是我们林总的女朋友，准确的说呢是未婚妻。林总，你还挺有眼光的。谢谢夸奖，我们还是开始谈工作吧。我插一句啊，在我们公司三位男士里面，只我还是未婚的。不好意思，我们公司其实都是已婚之夫了，可能因为他太喜欢你了，所以原谅他。你们了解我。谁说只有单身才能谈恋爱的？如果不合适可以换呀。以前我在做 HR 的时候，有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无论这个人是谁，重要的是合适这个位置。你说话太锋芒了吧，我有点不适应。你们公司计划我已经研究过了，靠众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嗯，你们想把电商做好，就必须把硬件搞上去。什么云办公，都是玩笑。你们没有自己的服务器，还有宽带，凭什么跟人家竞争？人家去了马云的天猫随便刷单，到了你们这儿没怎么样就卡了。大家为什么要把电商给你们做呢？
说的特别对，也说的特别好，我也知道应该要这样。可是钱从哪儿来啊？我呀，我愿意投资1亿人民币。这个项目我控股，给你10%。你觉得1亿多吗？我看你的胃口没有这么小。我的胃口一点都不小，但是1亿的人民币对于我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必须要知道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错。今天我爸有个招待会，你必须来参加，我给你请柬，到时候我们再谈。你爸？学姐，这程小姐就给了1张请柬，你还就真接了，不是这什么意思啊？我刚刚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一成，这很显然，他认为只有我一个人够档次跟他谈项目，所以只给了我1张请柬。我明白，但是我特别想知道，他来我们公司是为了公司，还是为了你这个人？我从言谈话语之间，我都觉得这女的居心有点叵测。你听看他说那话，他说什么来着？他说啊，谁说已婚的就不能再谈恋爱？这不是明显的要竞争上岗吗？哎，你得保持头脑清醒。你刚刚不是也一直在推销自己，说你单身吗？我就是单身，我还推销什么呀？那你告诉我怎么办？要不这张请柬你去。我不去。你不是单身吗？你有机会，你去吧。我不去。你不去是吧？小东，那你就别说话了。一成，你来，你也有机会，你去。我不可能去，我也不可能结婚了呀。是不是都放弃了？都放弃。好，既然都放弃了，不好意思，各位，我仍然对这1亿的投资感兴趣。怎么办？我相信你们俩跟我一样的想法，对不对？对不对？不说话，默认了啊。那我就将计就计，深入虎穴斗，我舍身取义。我们跟你说，也就是怕你跟人将计就计，就怕你将计就计了，人家让你请君入瓮了，你又包打狗，你一去不回头了，王小庆怎么办？再见，再见，再见。哎，佩奇，我还是得再提醒你一下啊，这个呢，我怎么就觉得他老像是个鸿门宴似的？你呢，得真的，你得提防着点儿，啊，对方毕竟是来势汹汹的。还有，你们不觉得挺奇怪的吗？这女的长得这么标致，按我的经验啊，按我的经验，这女的绝对是动过刀没跑的，肯定的了，啊？你说谁呢？如果你们有所怀疑，完全可以去验证。明天我带你们去市里最好的医院，骨科、CT、X 光都可以。我就要一个说法，看看我这张脸到底是天然的呢，还是人工的。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了。当然有这个必要了。啊，我还要加赌注，如果是假的，我输给你们俩100万。如果是真的，你们就要当众给我道歉。啊，不用，那个，学琪，好了，我相信你，程小姐，走吧，不用理他们俩。我理解二位的心情，知道是为我好，心里啊，等我回来再说，行吗？你是不是傻？这还真动真格的了，这都上车这等着来了。不是你说学习跟小杏因为心理咨询的事闹别扭啊，对我来了个程爱薇，还1亿的投资，这不出事才怪呢。有的事必须得提醒一下小杏。哎，一成你干嘛？捎我一个啊？
我有一个特别私人的事情，得赶紧去办，你着急的，我烧不了你，你打个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慢点啊，哎。车技不错啊，平时都爱开什么车啊？哦，就是这种吉普车 SUV， 因为我经常要出些远门，所以这个足够了。那你开车的样子这么帅，应该开好车啊。我邀请你来我们家吧，我有一辆法拉利，还有一辆罗罗。如果你喜欢开运动版的话，还可以去我哥的车行，他是专门卖豪车的。好，有机会我一定去试驾。那就这么说定了。哦，对了，待会儿你见到我爸，你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你的项目。嗯，我让他给你五分钟的时间吧。谢谢，谢谢。五分钟。这是今年的新茶，据说味道还不错。来，先尝一下。好，放这儿。哎，我给儿子先打个电话。谢谢。喂。怎么是个女的接的？再问。喂，请问你是谁呀？我是陈爱薇。他说叫陈爱薇。哦，谢谢，谢谢。喂。哎妈，哎，什么事？我开车呢，您说。你爸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过几天咱们要回老家祭祖的事儿。这件事情是你大伯张罗的，你爸的意思是你一定要参加，时间还没有定下来，等定下来我通知你好吗？啊，好好好，好嘞。怎么，有什么事情吗？没事儿，没事儿，就是祭祖。祭祖啊？对，祭祖。那是好事啊，祖宗保佑发大财。是。哎，要不然我陪你去吧。我们家特别可怕，人际关系特别混乱，很吓人。什么情况啊？儿子的电话从来没有女的接过，是不是谈恋爱了？别瞎猜，别瞎猜，也或许是一般的朋友呢，嗯？也许吧。说实话，要是真能谈恋爱了，我才高兴呢。这段时间啊，跟学习公司那边事儿实在是太忙了。但是再忙也不能忘本啊。我就知道你不是个过河拆桥的人。哎，正好我要出去吃饭，走吧，咱俩吃点好的去。好嘞，走走。其实你不在呢，我总觉着好像是缺点啥。我跟你说实话，虽然我现在挺忙的，一直都忙着学习他们那边的事儿，但是我也会经常想起那个果园那会儿。你别看我在你那儿待的时间不长啊，但是我挺喜欢那儿环境的，然后大家都相处得很融洽，没那么大压力，挺开心的，每天还都有新鲜水果吃。
合着你到我那儿是为了吃水果呀、啊、你？也不是。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不是有一点怕我呀？我让你配合跟我演戏，你是不是跟外人不好解释？没有没有啊，没什么解释不解释的，我就是觉得吧，我哎，行了，你甭觉得了，我其实也就是为了气气王仙嘛，这气也出了，你我也放了，你就甭觉得有什么自责，还来安慰我。姐，我真不是安慰你，我其实有的时候我挺琢磨不透我大哥的，你看看你，啊，你从气质，还有你这保养的这程度，你，我觉得。我要是跟别人说你不到四十，绝对也有人信，啊？那你说我大哥怎么了？怎么就怎么看你就不对付呢？哎呀，我也不知道。当然，你说我年轻呢，我还是超级自信的。再年轻有什么用啊？那再显年轻，我现在不也是单着呢？所以姐，我要说了啊，我觉得。现在感情其实就是两个人的事儿，这两个人他要感觉对了，他怎么都对。至于别人怎么想、怎么议论，这都跟你没关系。现在都什么年代啊？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就再不疯狂，那我们就真的老了。哎呀，得了，别这么说了啊！再说你姐又误会呢，你还以为你姐真能干出什么疯狂的事儿来啊？姐。你要说我刚认识你的话吧，那我肯定觉得你这人大大咧咧的，性格挺直爽的，绝对是一女强人。但现在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女强人她也是女人，对吧？是女人，她就应该有一个喜欢她的男人，能逗她开心的男人在她身边陪着她，对不对？算了吧，别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儿了。玩笑就是玩笑，结束了呢。就是结束了。哎，对了，杨儿，倒是你，是不是该找个女朋友谈谈恋爱了？不，我没那么着急。我现在觉得，还是学习他们那边事更重要。不过你知道，就是我们在一块工作的时候太累，累嘴，他们嘴都太刁了。你知道他们拿我开玩笑都说什么吗？说什么？他们说。他们说我差着辈儿呢，跟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挺讨厌的？这么说，啊，所以我就要郑重的跟他们就说明了，这个事儿呢，就是开玩笑，过去了就过去了，也就到此结束了。我跟他们马上就辈分就扯平了。啊，对，你就应该跟这波臭小子解释清楚。嗯，其实我也想去看看他们。啊，当然我不怕啊，我不怕什么平辈差辈儿。我只是因为那个陈一诚，他以前不是对我们姓那样，我现在也搞不懂了。你说姓跟学习他们怎么搞的，非要拉他一起创业？哎，这事儿当时没咨询我啊，要是征求我的意见，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还是小杏跟学习啊，心胸宽阔。真的，他看见一诚可能遇点困难吧，他们想拉他一把。嘿，什么意思啊？合着你说我心胸不宽广啊？不，姐，你心胸还不宽广？你要心胸不宽广，那就没有心胸宽广的人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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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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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老看着我呀，是不是想说什么？你说啊。我们得看你的表情，才能知道今天投资谈的怎么样。对啊，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要学习察言观色了，而你就正好是我们第一个猎物。嗯哼，那从现在开始，真的。好好的观察一下我，千万不要放过我的一丝的细节，好吧？我开说了啊，我交代，
是不是特想了解一下程爱薇的一些情况？你就快说。好，首先二位明天不用再带人去医院检查什么这个那个的，纯天然的。你看这么快他先把这事儿搞明白了。然后他是耶鲁大学的博士生，美籍华人，这个学历有点高啊，家世显赫，数代经商，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他们家族的投资。这个对于我来说，就完全的是有点高大远了。这个最关键的是，他就是想找一个纯的中国血统的、忠诚的且谈得来的未婚男士。嗯，小东，我觉得这说的就是。对，就这一点可能我唯一是符合的，但是他就没说纯的中国农村血统的吗？你不能转非吗？不管怎么说，这一点我符合了。我现在整个人都冲动起来了。喂，你找我？你们俩是不是还没看够啊？雪琪，你跟我说实话，利用这么短的时间把程爱薇的情况了解得那么清楚，你们俩没发生什么吧？雪琪，你别闹！你猜？我就说了吧，陈一成，你这么问他，你觉得他会告诉你吗？小东，咱俩得代表小杏监督他。啊，还得代表我丈母娘。对。哎，这什？怎么这画风就转到我身上来了？不能代表我丈母娘吗？代表谁丈母娘啊？我丈母娘啊！我都得找我自己丈母娘去，我还代表你丈母娘干嘛？我这事儿还没跟你们说，我都说了这么多遍了。你接着说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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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都在这儿，我再郑重的跟你们宣布一下，好不好？我啊，杨晓东，我呢跟陈总，也就是你的丈母娘，我们两个人这场戏演完了。等会儿。演戏是吧？演戏啊。然后你刚刚又说了一个代表我丈母娘，对不对？你好好听。好，我们这件事情结束了。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气气王锡安。气谁？王锡安，你的岳父。气我岳父？对。演戏气我的岳父？对。结束了。我现在呢已经完全的恢复我原来的身份，我是单身狗了。我跟你们一样，咱们大家辈分扯平了。行，别老喝茶了，吃点水果吧。嗯，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给我上水果了。不吃是吧？哎呦，这是黄二郎的给鸡拜年啊，没安好心吧？别在这贫了啊你！讨厌！我今天找你来，就想跟你澄清一件事儿。前些日子呢，这个杨晓东，他是在我的授意之下配合我演戏，杀杀你的威风。演戏？啊，你演什么戏啊？演什么戏你不知道啊？啊，你没有争风，你没有吃醋啊，还跟人杏儿谈心，说什么哎呦我以前对他说话态度不好，没有什么后悔药吃。哎，怎么样我这戏演的不错吧？演戏，你在小杏面前也演戏，小杏就当真了。他就劝我，我反过来又劝小杏，我说你们俩有这个自由和权利，还不演得像点，你能有效果吗？其实我就想让你明白你的错误，你不要老批评人家啊，给人差评，给人家差评，这人嘛都是有自尊心的嘛，特别是女人是需要呵护的。
哎，不是，你需要呵护。哎呦，这到底怎么什么都是你呢？这么说啊，你跟杨晓东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祝福你们两个人，在别人面前还都为你们俩辩护。 合着到头来，你一句演戏就什么都完了。这不我就是要证明我没你说的那么差吗？我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这不就够了吗？这你已经证明了。不，其实你不用证明啊，你一直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啊。你跟杨晓东可以继续演戏。 如果没有遇见你。